接下来就是我们各位优秀的主创了，我们欢迎主演于和伟老师，还有我们的吴磊、张子枫、钟汉良、杨子姗、陈伟霆、钟楚曦、谭健次、阚晴子，以及我们的李倩，还有 Wonder 的木子杨、月月，以及我们的赵运卓，欢迎各位，欢迎欢迎欢迎，来，我们的掌声持续啊，因为我们的人比较的多，对，我觉得每个人都值得大家的掌声欢呼声，不管角色的戏份有多有少，每个人都完成的非常的准确，非常的温暖，来，欢迎欢迎各位来哦，我们的主席也来了，来把通道我们让一下，让我们的各位优秀的演员步入到我们的三号放映厅，来哦，欢迎我们的吴磊弟弟，欢迎欢迎欢迎，来有请啊，子枫妹妹来，欢迎，人多人多，没事，差不多啊。好，先有请我们的各位主创和我们三号放映厅的朋友，先来打一个招呼吧，好吗？先从我们的导演开始来。大家好，晚上好，谢谢大家今天来支持我们这部电影，我是杨子，我是宠爱这部电影的导演，希望大家喜欢。如果您喜欢的话，请大家多多为我们宣传，多多支持我们，谢谢。谢谢，掌声送我们的杨导演，来，于和伟老师。大家好，我是于和伟，在宠爱里面扮演那个高明，就蹦高蹦高那个啊。那个感谢大家来观影，谢谢谢谢谢谢。你看，木子杨就站到您身边了啊。大家好，我是汪的木子杨，在电影《宠爱》里面扮演的是木子杨。好，欢迎欢迎木子杨，来月月。大家好，我是月月，在《宠爱》里面试看了自己。好，谢谢。我是张运卓，然后我在其中扮演的是小方向。嗯，欢迎云卓，来，我们再见次。大家好，我是《宠爱》里罗华的扮演者谭健次，谢谢大家今天来支持我们这个电影，谢谢谢谢谢谢。来，青子。大家好，我是安妮的扮演者阚晴子，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好，我是李倩，我是薇薇的扮演者，然后谢谢大家来观影。欢迎李倩，来，我们的子姗。大家好，我是杨子姗。我也爱你们。谢谢大家来支持我们的电影，谢谢。谢谢，谢谢子姗。大家好，我是伟霆，谢谢你们过来，谢谢。大家好，我是钟楚曦，在《2001》里面扮演的是钟汉良。谢谢大家能够支持电影出来，谢谢。谢谢，谢谢。子枫。大家好，我是张子枫，然后在剧中饰演的角色是江南。Hello， 大家好，我是吴磊，在电影《宠爱》中饰演陈乐云。欢迎，欢迎我们的吴磊。大家好，我是汉良，希望你们喜欢《宠爱》。欢迎小蛙。谢谢哈、啊，大家都是带着满满的爱哈、啊，都是宠爱着他们的人哈、啊。作为第一批观众哈、啊，我觉得对于主创来说，大家的声音是最重要的。我们把更多的时间留给我们现场的各位小伙伴们，大家看完有什么样的观后感，咱们都可以踊跃的来分享一下，好不好？主要是针对我们的电影，好不好？好，来，那就给你吧，好不好？你直接说吧，话筒有吗？来，帮你传一下啊。来，针对我们的电影，给你带来最大的感受是什么？最大的感受就是，如果我们对宠物有爱的话，它不仅可以反馈给我们本身一个爱，而且它还可以维系我们家庭和我们朋友亲人之间的关系。嗯，就是我们看到说，我们养个宠物不仅可以给我们带来一个伴侣的那种感觉，而且还可以就是帮我们就是沟通男女之间的关系啊，然后还可以帮我们对亲人，尤其是妇女那一段特别感动人。再一个就是我还有一点问题想问一下钟汉良老师，就是我们看到那个李想为他的猪猪叮当做了很多的事，又给他安电梯，然后又给他准备那个吃饭吃在一起，然后还为他准备了看电视的遥控器，那对您来说，您觉得我们给予宠物怎样的爱才是最好的宠爱呢？这就是啊，那李想对他不是每个人都那么有钱啊。他可能就是用他最大的爱去，其实最难不是对小叮当很好，最难是他要怎么调和他这个爱宠跟女朋友之间那种不矛盾，对，然后那不是用钱可以来衡量，对。好，谢谢，我觉得最重要的是那颗心吧，就是最重要的。好，来，还有没有朋友？哪里？好。等会儿我再叫个中间的四排的那个，对，那个姑娘，好，我们把话筒交给你啊，来，
聊聊您看完电影的感受。首先非常感谢各位主创给我们带来一部这么有笑有泪的电影，我也是看得非常感动。因为其实我本身是挺怕宠物的，但是我看完这个电影之后就真的有那种特别想养一个小宠物的那种感觉。嗯，然后我想问一下吴磊跟伟霆，就是我们知道你们是在那个 B 站上以特别 A 著称的吗？你再重复一遍，我们两个人再让他仔细听听，在哪儿？你们知道你们在 B 站上以特别 A 著称吗？特别 A， 就是超 man 超帅的那种。我上 B 站一般不看自己，看点别的。那我可以有一个小请求吗？我就是希望你们两个以你们觉得自己特别 A 的方式来表演一段电影中的台词。特别。要还原一下是吧？对，就是觉得你们觉得最 A 的方式。不是不聊不聊不聊，就会不聊。就是你是觉得，就是吴磊所饰演那个角色长大了，变成一个男子汉的时候，他会怎么完成这个台词，是吗？我敢，我就不会。哎呦，这么高，刚才这么高度，他说作为一个很 A 的男子。要大胆说出不这个字，不，有性格 ，A 不 A？ 好 ，A 呀，好 ，OK， 好，谢谢，好，谢谢，谢谢，谢谢啊，好，来，还有没有朋友？来，啊，戴熊猫帽子的这一位，好不好？来，聊一聊您看完电影之后有什么样的感受？来，帮我们来传一下，好吗？宠物，所以我看完特别感同身受，尤其是在那个小宠物去世的时候，因为人的一生很长，但宠物的一生很短暂。然后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钟汉良，就是钟汉良你好，我想问你个问题，就是这里，发生什么？在底下。现在看到了吧？在第二排。这里。啊。这里。你好，就是我想问个问题，因为大家其他人员养宠物都是狗还有猫，然后您养猪，就是您和小叮当在演戏的过程中有没有遇到过小叮当不配合的情况？然后您是怎么和他相处的？我跟我的那个同居萌猪合作是非常没有问题的。但是问题的是，对，我觉得你问错人了。对，子珊，对，子珊是因为他虽然很爱小宠物，但这个宠物来讲对他来有点大，他反而是跟你我们的小叮当有点不知道怎么跟他相处。我们让小子珊说好了。我也想开，不说话，知道吗？我们跑了这么多场，他加起来没超过说十句话。鼓励一下，来。现场有我们子珊的影迷在啊，对对对，来，子珊分享分享，数家，数着多少字儿？绝对不超过十句，数家。嗯。跟猪之间有什么？对，就是在拍摄过程中和有没有遇到过小叮当不配合的时候，你怎么处理？其实常常的不配合，导演。因为我们这个小叮当是就是训练师，就是在国内训练的。其实就是虽然他是受过很长一段时间训练了，但是其实我们在拍摄的过程中还是蛮长，他会突然就是不听指令，对吧？然后就是跑到定点之后，他是没有办法，就是我们要到定点了之后要做一点反应，然后才咔。他到定点了之后，他就觉得自己哎好像完成任务了，然后他就要跑，他就要开始找吃的，他就开始。是到处乱动，然后就是我记得有一场戏超过十句了吧？我数的是六句，我一定要超过十句，每句都很长了啊。就是有一次我们拍一场在楼梯上那个戏的时候，然后他就突然很失控的，就是他要站在那边是演出一副他知道自己错了认错的样子，结果他就是不停的狂叫，就是发出那种杀猪般的嚎叫，就是叫了很久很久很久。
然后我们也是拍了很久才拍完，其实就是跟他跟猪拍的时候，其实还蛮常遇到一些状况的。够了，不要太多。哎呀，太难了。我太难了，我不唱了，谢谢大家。谢谢。其实我们看到啊，给跟子枫搭档那个金毛，还有和楚曦搭档的那个，那个罗威娜，对，罗威娜豪基，看他们的身形跟那个狗配的都是不太比例都很大。子枫是不是那金毛也是还应该比较好控制吧？对于你来说，他会拽着你。他真的还蛮好控制的。嗯哼。啊，比较爱流口水。但子枫要拍的那场戏是狗整个站起来，其实要比他高，然后推他，其实那个也挺不好的。嗯、然后那个美晴跟那只狗，哎呦，豪七的时候呢？对，豪七对美晴来说是一武行，那不是一只是个动作演员是吧？基本上是踩、咬，然后踹。然后扑，基本上在他身边所有的招都套了一遍，嗯，然后还实时的一脸口水，对，所以美琴跟那只狗呢，所有的动作戏其实也非常辛苦。嗯哼，今天我还问了他，我说他听得懂停吗？开始吗？他们说就是听得懂、嗯，听得懂的，所以就非常非常的优秀。但是对于青子来说，那个猫是不是就太小了？又他不能训练的，两个月的猫没法训练的。我们的猫非常的听话，然后就是。他的休息间比我跟那个谭老师的休息间都要好，他上面外面写着安静，就别人不可以吵到他。对，然后我们拍摄的时候，就我们演员都已经走了很多遍，戏都已经走好了，然后才可以请他上来，说现场安全，他才可以上来。嗯，拍完之后呢，要说现场安全，动物先撤。嗯，然后动物就走了，走了之后呢，我们才可以动。嗯，对，地位非常的高。非常高，其实还是因为这个小动物太小了，所以，他们是很爱护这个动物的一个这个保护组织，所以动物需要它小，它很害怕这个周边的这个环境，对对对，所以这个猫它其实也是整部剧里面最小的一个动物吧，嗯，它也不需要什么演技什么的，它只要负责萌就好了，看到它就软就行了，嗯。其实于和伟老师，您的那只宠物也那只橘猫，感觉也是跟您对手戏挺多的，挺多的。对，他那个基本上听不懂中文，因为训练师都是英语。然后我们的指挥部门会喊，先青子说的会喊现场安全，然后他才能，反正挺特殊的。嗯，就是因为动物调它的戏很难，所以我们基本上演完之后。就特别激情，然后导演说咔，我们就停在那儿不能动，然后现场安全，小狗猫撤完之后我们啊好，收回来，真的差不多啊，虽然有点夸张，但差不多那种感觉，嗯，感觉给我们的小动物很高的待遇啊，完成也相当不错。各位从艺很多年，第一次遇到一个情况就是喊完咔之后，现场还是纹丝不动，没有人动，然后。训练师先去把猫猫狗狗的都牵走了之后，我们再像正常的剧组一样突然动起来。嗯，这个大家是要重新养成一个习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创作体验啊。但是我们在成片当中已经看到了他们之间那样的默契，把这个故事非常完整的呈现在我们大家的面前，而且还有非常非常丰沛的感情呈现，引起了大家的共鸣。大家都说了啊，这是一部非常好的电影。在这边真的拜托我们现场的各位朋友，用您最大的个人媒体的社交方式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好不好？好，好吗？谢谢，我们也欢迎大家。如果不好意思啊，我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好好，刚才你看时间了是吧？快到点了，你说没事。因为怎么说好了，蛙哥？就蛙哥就特别好，就是他说可能这一次可能就是给到新人一个非常好的。对对，不是，我看那个预告片的时候，我说哇。眼前一亮，看到那个穿着校服的女生牵着狗那个画面，我说这是谁？我说这楚曦吗？哎，不是呀、啊，我说这谁？我说那个到底谁？嗯，我说终于找到了，原来她就是我们赵韵卓，韵卓妹妹，对啊，我都没看到她呢。啊，可以让你说多几句话，大哥哥们多好啊。嗯。这样，韵卓妹妹说之前，这样我跟各位主唱告个假，我先去下个厅走字幕了，你们先说着，我先去过去撑一会儿，好不好？好不好？来，祝我们大麦啊，大麦啊，一会儿跟大家照相啊。是，蛙哥，蛙
好，没有主持人了，我们可以玩了。小蛙主持，小蛙主持，那个左左说一下，狗那个狗拍的时候就是口水特别的多，就是他那场戏就是要爆，就真的要爆好多条毛，然后我天天看他的口水在我的耳边那流着，我都。特别的那个小妹妹从来没有跟这么大的一只，而且这么凶悍的一只狗靠得这么近，所以演这个片子的时候也是克服了自己的内心的一种恐惧，突破了，所以真的完全拽不动。那就请大家多多支持我们的影片吧。谢谢谢谢谢谢。